仁爱班的小朋友，请给我们掌声鼓励。好，第一个欢迎的是仁爱班一号林平宇小朋友。哇，林平宇设计的衣服，你看他的羽毛有贴了两层哦。好，林平宇往前走。哇，大家可以看看他身上的花纹，是不是很可爱呀？Yeah.
比林群的衣服上面有什么不一样的设计？好，请转一圈。哇，它的前面跟后面都贴了好多漂亮的图案哦。好，把你的面具拿下来转一圈，那我们看看你的真面目。哦，比林群很帅，对不对？成功。